我个频道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思如家嘅话，系咩啫？呢一个系 Hello Kitty 嘅沐浴球。耶！呢个咧就系 Hello Kitty 嘅沐浴球啦，六款玩具喎，有 Hello Kitty Melo 嘅玉桂狗、果丁狗、仲有呢个芝士狗同埋蛋黄哥。开咗佢之后，我哋一齐挤落去啲水度，睇下我哋种咗啲咩公仔啦，好唔好？好。浴缸度，我哋用浴缸。我开始咗啦。好啊，咁我加啲水。我咧，哇，系蓝色噶。边个嗰个？好啦，有两个，系咪？原來是這樣的，我第一次了。你第一次玩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是第一次玩的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加了水下去的浴缸裡先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加了水下去的浴缸裡了，那我們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全部啦，加曬。啊，黃色啊！黃色係咩嚟㗎？係個大黃波啊！啊，係咪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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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裡面是今次會不會中到 Melody， 會不會是 Melody 呢？見到粉紅色就會 Melody 的，應該定是粉紅色可能是 Hello Kitty 也不定，剛才黃色有機會是布丁狗，但我們真的中了蛋黃哥。我切開了，黑色我知咩了，是什麼？你估下啦，應該是 charcoal 咯。哦，粉色，隻耳仔都出咗嚟啦。呢個係咩啊？係 charcoal 啊，好，跟住啊。好似媽媽中意嘅。OK 啦，我中意 melody 多啲。我中意 melody 多啲啊！我哋今日抽唔到我哋要嘅嘢添。好似之前咁樣啊。係啊，就好似我將隻手攬曬啊。五十。
手可以買隻 PC 狗啊。跟住呢個，我哋中咗呢個 PC 狗嘅。今日玩呢個木浴球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。你中咗個咩公仔俾小朋友睇下？中咗一個 PC 狗，同埋中咗一個彈簧哥。咁好啦，我哋下次同小朋友再見啦。拜拜。